这些日子北京的疫情要有点吃紧，这个病例数增加。我住这个附近的牛街这儿呢，听说又有情况。从牛街里边倒没事，牛街附近的这个信丰大厦呢，听说有点情况，我过去看看。就是前边那座大厦，牛街这个信丰大厦这儿好像有情况。信丰大厦这儿，看大白在这儿，还有消毒的，这边也有大白，应该是有情况。不让过了？不让过。哦，封了是吧？这儿怎么有点情况啊？有点情况啊？对，有病例是怎么着？是有一个，有阳性的。不是阳，哦、是个石混一的。哦，石混一。哦。石混一的现在还确诊。石混一的已经确诊了，他这是石混一那管里的是吧？啊，对对对对。哦，就是这儿还没不知道是不是呢还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哦，得了，还是这儿也关了是吧？张一元这儿也关了。对对对。哦，这个信丰大厦旁边的这个张一元这儿也暂停营业了。然后培正社区学校这儿幼儿园，因为我们有一个邻居的孩子在这儿。也通知暂时先不让来了、哎、好利、哎、好利来这儿、哎、好利来这儿也暂停营业了、哎、附近倒没事，附近这儿奶酪味啊，大明眼镜啊，这儿还开着，这儿倒没什么事儿。牛街这儿还比较正常，振兴德这儿还开着，马味羊汤馆这儿也还开着，可是超市这儿看看，哎，这牛街清真超市这儿怎么也突然关门了。突然关门了，这儿写着由于电路检修暂停营业，也没说什么时候开。白记年糕这儿还有，还开着，是不是跟疫情有关系？不敢胡说，哎。可能是牛街超市这儿是停了，里边也黑乎乎的，